道这是什么地方。只有破坏规矩的人才会来到这里。他被抓来了。哎呦，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们现在是聋子科的，我们俩爸，哎，我给您用，就不着急，儿子不着急。你什么时候给我买马啊？这要出声，我这打小怕气球啊，我。我必须得进攻啊！大林出门了，所以现在我能拿他一个。大林，你家现在跟超市似的，随便拿，进去四五个人了都。怎么？哎，你等，我家怎么突然来人了？孟鹤堂都住我家了都。我心脏病要犯了，谁给我拿走了？